和我母亲像仇人一样相处，我夹在两人中间特别为难。我觉得他母亲的生活习性一般人都难以接受，我已经尽力去容忍了。我觉得他根本不体谅我，而且每天想着唱歌也不找工作。我真的很喜欢唱歌，但是他不理解我，非逼着我去做那些我不喜欢的工作。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黄先生，51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有请黄先生。鲍女士，37岁，来自安徽，无业，欢迎鲍女士。欢迎两位啊。你有51岁啊？像吗？啊？不是，我问你有没有吗？有。我天哪，51岁啊，好年轻，好年轻，好年轻，这是保养的好啊，保养的好。您嫁给他多久了？嫁给他1年。您是初婚？二婚。有孩子吗？有。好，离异多久？然后又跟这位女士？将近10年。您是初婚？我也是二婚。孩子都在跟你们生活还是？现在我们是住在我母亲家里。哦，住在你母亲家。对。您结婚有孩子吗？结婚，我们刚有个宝宝，4个月大。你们俩又有宝宝了？对，我跟我的前夫没有孩子。等于你们结婚1年是吧？ 对。孩子也有了。是的。是这意思吧？是的。认识多久结的婚啊？认识有半年多。速度挺快啊。资料上面写的很有意思啊，您叫自由职业。嗯，我一听这自由职业我就比较好奇，自由在哪儿，干嘛的？不是上下班时间。哦，不是太固定啊。工作内容呢也不是太固定。哦，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都不固定。对。您等于没工作。对。是的。是因为刚有孩子对不对？是的。住在您母亲家。是的。现在您先生跟您母亲的关系不好。是的。所以今天来这儿了。是。我们就弄清楚基本情况，怎么回事？住人家还跟人妈关系不好。结婚不久呢，她就怀孕了。因为我和我前妻呢有过一个孩子啊，深知这个养孩子的不容易，我就不想要孩子。但是我岳母呢，她认为退休了，每个月固定工资。另外一个呢，我爱人呢，她在家里是独女，父亲呢早年去世了，所以他们母女呢相依为命。嗯。现在呢有一个小孙子以后呢，那么她就执意要要。同时呢，我现在这套房子呢，你们倒是可以住到我这里。既然丈母娘这么说，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有了孩子。原本您是不想要的是吧？对对对。是被丈母娘开出的优厚条件吸引了，所以才要的。 是吧？是是。你和你母亲都特别想要这个孩子。不是，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已经也快40了。哦。而且我前段婚姻也就是因为结婚了几年都没有孩子。哦。所有的亲朋好友而且是对方的家人都认为是因为我造成的原因。哦。所以对我的伤害是特别大的。所以你生孩子你是要证明我是能生的，是这意思？对。所以我特别想要这个孩子。所以你看这孩子，爹是不想让他来，妈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我能生。所以你看这孩子来的真不容易哈。那就接受现实呗，又住到丈母娘家，丈母娘又给照顾孩子，不是挺好的吗？开始呢是还可以啊，后来呢渐渐的呢，我就发现啊，我这个岳母啊，啊，这个李家的能力比较弱，家里呢搞得乱七八糟，说的难听一点呢就是垃圾场。因为在我10几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啊。然后带着我一个人，平时也是省吃俭用，积累下来了很多东西。啊。他也舍不得扔，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00多块钱。然后呢他们就非要把他的东西扔掉，他也舍不得啊，他认为他把他的东西扔掉以后还要花钱来买。哦。所以他就特别节省，这也是他长期习惯啊。所以这个家里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的。我们有没有他们家的这个照片或者视频什么的，大家能不能看一看，我们了解一下啊。哇，这是什么呀？你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环境里？第一张图片那个就是一个小比较小的房间，我们称它为储藏室了。就储藏室。对。啊。第二张呢？这一张是我们带着宝宝住的房间。哦。稍微好一点。行。这个就是我妈的房间。哎呀。她的房间我们都不进。这是一个几居室啊？这是老房子，是8几年的房子。哦。是31厅的。哦，开间都比较小是吧？嗯，对。
也就是70几个平方的房子。不是，你为什么不收拾呢？不让收拾啊。不仅如此呢，特别是让我不能接受的呢，还是他的另外一个生活习惯。比方说家里吃剩的那个剩菜剩饭，他因为呢这个保管不当，然后有时候变质了，他依然把它拿出来热一热，端上来给我们吃。他这又是这种习惯，那你叫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那你出过了以后，他也没让你吃啊，他自己在那吃啊。他自己吃对身体也不好啊，况且他吃饭的时候跟我们扒在一起，闻的那个馊味儿，我真的受不了。而且你平时你也有很大的洁癖啊。我相信他没有洁癖，你误解他了，有洁癖那环境他待不下去啊。不是啊，主持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也有很大的洁癖的。他每天回家的时候光洗个手都要洗个10-20次，洗个澡都要洗1-2个小时，还有卫生间20多瓦的一个大电灯泡，他一洗个澡都要点个灯，点那么长时间，很费电的。我们家的那个水表，夏天人家就要几十块钱，我们家都要100-200块钱，所以我妈就看着这个都很生气啊，她心疼。你岳母应该看不上你吧？这个不知道，得问她妈呀。您自己觉得呢？我觉得对我还行吧，如果不行的话，怎么可能坚持要这个孩子呢？哦，那是对孩子行。不是，你们为什么不自己搬出去住呢？这么大冲突。我也很想搬出去啊，关键是我们自己现在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啊，一天晚上就是唱歌唱歌唱歌，他就是整天把唱歌当成一种事业来做。像他这种年龄，你觉得这是很妥当的吗？我不是觉得这妥当，你们也有孩子了，老人那么老了，那应该自己独立生活。我们搬出去租房子也没有收入。那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现在就是靠我以前还有一点积蓄。你也50岁的人了是吧？是，我是爱唱歌，我觉得唱歌也能成为职业，但是呢他不理解。您也是50岁的人了哈，您也有老婆也有孩子，您得养家吧。是，因为正规的工作呢他就不能唱歌了，所以我现在想找一份呢又适合唱歌又能工作的工作。不是，您现在在干嘛？你能明确的告诉我吗？他现在接活。什么叫接活？所谓的接活就是比如说人家有什么活动啊，请他去唱首歌啊，唱首歌给他多少钱啊，这就叫接活。他除了接活之外平常干嘛呢？在家帮我一起带宝宝。也没有收入，是这意思吧？是的。那您这不行啊，这娃咋养活啊？那您可以踏踏实实干点别的事儿啊。他就因为我就爱唱歌嘛。所以你第一次离婚是不是也因为这个呀？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感情不和。啊，这也没法和呀，天天就唱歌嘛。我不能说不务正业啊，就是您是把您的理想反正都去追了，身边的人一个一个也都伤了。你当时喜欢他什么呀？跟他谈恋爱就嫁给他？因为我那个前夫对我不管不问的，什么也不顾。后来我见到他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人虽然年龄比我大一点，然后对我整天嘘寒问暖的，也挺关心的，跟我前夫比起来对我挺好的。这钱方面你就算给我一栋房子又怎么样呢？只要他有上进心就挺好的。对，你觉得他有上进心？对，是你的灵魂伴侣是吧？对。行，接着问啊，跟你丈母娘现在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有一次呢，为了看他呢做家务有时候也是挺辛苦，那么我就安置了洗衣机，但是呢怎么也不用，问他呢也不说。那您用不就得了吗？我妈不是还是因为省水省电吗？特别是有一次我无意当中呢听见她母亲和她的一个朋友在视频电话，电话里呢就跟那个朋友诉苦，说我们是来啃老的，我们是来霸占她的房子的。她说的有错吗？因为在这个结婚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不想要孩子，那么她那样回答了我，现在呢又这样跟朋友说，所以让我呢很无语。所以您心里还不平衡是吧？是。那您跟他母亲发生过正面冲突吗？有过。为什么呢？那天呢当时因为我和他带着孩子出去，然后回来有些晚了以后呢，这个孩子就有一些阴阴压压的，然后这时候呢我就和他抓紧时间的把孩子就洗了，即将要洗好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孩子呢可能是因为太困了哭闹个不停，结果他母亲就从他房间里出来了，说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就要帮忙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孩子已经洗好了，我就说妈不用您再费心了。这个时候他就不高兴了，啊不要我搞事吗？好，我不管你们了。然后呢就跑到我爱人跟前
挑拨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爱人冲了进来，摔门摔凳子的，把孩子吓得哇哇大哭。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主持人。那天他就对我妈冷冰冰的说，我不要你帮忙。我就质问他，我说你怎么能对我妈这么说话呢？他说为什么要让你妈帮忙啊？现在告诉你，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你妈生活下去了，我给你两条路走、要不然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是算是我给孩子的奶粉钱，以后我再也不来看你和孩子了，要不然你就跟着我走，从此我再也不会待见你母亲，你自己选吧。我当时就实在没办法，我就灌碗了，还把我家门锁都摔坏掉了。后来他回他父母亲了，我没有办法，然后我就在家哭嘛。然后后来我也为了孩子怎么办呢，我就没有办法在我妈这边，然后也做我妈的饲养工作。后来我也第二天，我当时也给他母亲打了电话，我就把事情也说了一下。然后过了两天我也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又主动到他家去让他妈帮我去圆场。后来我又请他回来了，现在两个人见面就跟见仇人一样，他也不理他，他也不理他。你不就搬出来吗？我现在搬出来，现在没有收入。想搬走是吧？说说下一步的规划吧。人到弯腰处必须要弯腰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考虑到我们的这个情况，也考虑到他母亲的现实情况，因为毕竟那个岁数了，他呢又是独生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暂时呢就还住在这个家里。行吧。说白了，现在你们的生活来源就是他老母亲的钱加上他以前工作的钱，是这意思吧？您就吃这俩女人呗，有时候也挣点。够您吃吗？就是苦一点。哎呦，真是，您现在是不是还痴迷于这个唱歌？是。咱找点踏踏实实的事儿，给孩子挣点奶粉钱行吗？不是说了吗，我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这稍微呢肯定要一个小过程。如果选择唱歌和孩子来说，哪个对你来说更重要？都重要。你选一个吧。目前来说呢，一边是我的演唱事业，一边呢是我的孩子。不是，咱得生活吧。是。您都51岁了呀，大哥。我的妈呀，哎，你离开他，你跟你妈带那娃行吗？就是你跟你妈带娃呢，就少一个人的开销嘛。我没别的意思，至少你妈也不生气，对不对？少一气他的，再加上他再给你们1个月1000块钱奶粉钱，这不至少生活稍微好一点嘛。为什么不这么考虑呢？我是考虑到宝宝从小就缺少父爱了，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我的天哪，一个51岁的人，就到现在为止，孩子在那儿嗷嗷待哺，他不去挣钱，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一个月拿2000块钱的退休金养活着他儿子和媳妇儿，这什么梦想啊？你们来吧，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跟你说，你比我年长一些，叫你一声大哥，又是老乡。在安徽有好几位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我跟他们也比较熟悉。歌唱事业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曾经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但是比赛结束之后，歌唱的道路也是非常艰辛的。如果真的把它作为一个职业一个事业来做，这条路尤为艰险。你想他们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光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成功了吧，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事业和职业来做的话，还是那么艰辛。应该说你离歌唱的成功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你只是说通过一些熟人介绍能够接一些活。我们都是行业里的人，你完全没有在歌唱上的这种成功的希望。在51岁的年纪，你是靠一些关系接一些零散的活，有一些贴补家用的钱，而且这些钱是微乎其微的。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和前妻的儿子，你付过这个抚养费吗？有，抚养的18岁。每个月是多少钱呢？700-800块钱。所以到这个时候你说给1000块钱让他们一个月把这个孩子给照顾好，我都挺吃惊的。大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51岁了，可能我们不再是21岁的年龄，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可以为他付出花很长的时间。现在你再去这个梦想，我觉得太晚了。你能不能脚踏实地一点，面对着这一家老小，咱拿出点实际行动。你说你一直在找，在等回音，我觉得你其实是一直在回避。你觉得你高大上的梦想配不上这些脚踏实地的工作，你不能够容忍自己那么美好的声音在这些一地鸡毛当中散去了。其实有那么多工作可做，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能够迅速改变这个家里情况，你可以租一个房，做快递，送外卖，其实这个是非常快的，收入也很高，而且迅速的能够改变母子的这种生活状况，可以马上搬离这个家，租一个你们自己的房子。你考虑过类似这样的工作吗？还是你觉得这些工作和你的梦想完全不匹配呢？当然不匹配。我要实话告诉你，你是安徽人，你一定认识我，我已经做了快30年的节目了，可能在你们的眼中，你们会觉得我算是成功的人，但是我依然在很努力，因为电视可能是我的一个非常好的职业，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永久的在这个屏幕上，我其实在找各种各样的事情，在为未来或者现在的转型做准备。我相信各位其实都是，他们都不仅仅只是在屏幕上出现，有的写书，有的在当老师，我们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无所有还不努力地去想办法呢？现实就是这样，当我们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之后，你其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你孩子未来，你的小儿子长大了，他会看到爸爸在家里扮演的这个角色，在社会上扮演的一个角色，对他，你觉得会是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吗？我特别难过看到我的老乡在这儿哭，然后用乡音在斥责他选择的这个男性，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因为对方他如果不改变的话，其实你多少眼泪都是无济于事的。你的母亲和你相依为命走到现在，无论他有多少的恶习，他岁数大了，他还在拿钱供养你们的一家，说起来真的让人揪心。妹妹，如果他靠不住，你就靠自己，你养妈妈和孩子好吗？谢谢周群老师。来，陆琪老师，寄生虫啊，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今天你拿几张老人的照片出来，你想说明什么？说明问题都是老人的？我可怜那小孩儿，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叫《无良是一种病》，说有一些人是天生没有良心的。所以今天他站在这儿，他口口声声说梦想，说我要追求什么，是在包装自己，掩饰自己是没有良心这件事情，对妻子也好，对孩子也好，他觉得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行了。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我和周迅老师想法不一样，我都不觉得你应该自己带孩子，我觉得你就应该把孩子丢给他，你还是可以去看啊，还是可以带孩子去上学放学，可以啊，你去找份工作改善一下自己的人生。他没有工作，硬生生你拖的也是无业，那小孩以后怎么生活？父母两个人都是无业，小孩以后怎么办？越是针对无良的人，就是越要给他包袱，给他压力，把他该承担责任给丢给他，让他无处遁形，没有地方可逃。这个时候你能够带着你孩子的，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有可能的将来，就这样吧。谢谢陆琪老师。来，山娜老师，您是唱歌是吧？唱什么类型的？通俗。您能现场给我们唱两句？你可千万别让他唱，他来的目的可能就是唱歌呢，出这种馊主意。咱看看他50多岁唱成什么样啊？什么？他挣不到钱就已经说明了，还要看什么？你唱了正好重大下怀了。到50岁还没实现的梦想，您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痴心妄想。你识谱吗？识简谱。识简谱啊？开声吗？练嗓吗？每天吊嗓吗？有时候练。音准程度呢？试唱练耳怎么样？
如果真正懂梦想的这个人，他一定明白自己要先为梦想做什么努力，否则就是在玷污这个词儿，连101岁也实现不了，真的。所以现在目前经历这样的现状的时候，就只能跟女士说，你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人生，都是你自己找的，你当时也就是被他的这个东西吸引了，你称之为这什么，你称之为上进心。人家一直在秉承着自己这样的上进心在跟你生活，你现在怎么又受不了了呢？你不是一定要这个孩子，要证明你自己能生育吗？所以现在把自己陷到这种程度，就是你自己吗？那怎么办？你不能让你妈70多岁了还跟着你遭这个心吧？你说不能缺少父爱，就是有这样的父爱在身边，你觉得儿子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还去他家找他，把他请回来。哎呦我的天哪，你，所以你别哭，真的。你要真的觉得委屈，真的觉得这日子特别难，你不要指望他改变，你把他踢出家门，赶快走吧。这样的现状，他未来有什么希望啊？你不是葬送你妈妈的人生，葬送你的人生，还葬送了孩子的人生。就为了孩子，赶紧想办法，明白了吗？好，谢谢沙大老师。来，涂老师，说句实在话，这位大哥之所以今天能站在这儿接受大家所有的指责，不是因为他的抵抗能力有多强，是因为他真的觉得自己51岁，但他比我们都帅都年轻。大家不觉得吗？其实51岁的年纪不重要，关键是人家看着比我们都年轻。来，我比他小9岁吗？他不显然看得比我年轻吗？年轻就是资本嘛，就拿得出手嘛，对吧？你虽然比他小10几岁，你看着跟他也差不多是同龄人，说白了你们两人所有的行为就是在等你的母亲和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嘛，有2套房子。如果以今天你们对自己的认知，你们对人生的复盘，你们肯定不会再有钱买新的房子，你们大不了也就是租房子住。所以到头来，他父母的房子和你母亲的房子的确最后就是落你们手上。我相信你们也不是没这么想过，他们即便是不劳动不辛勤工作，最后也不会期无定所。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你为了孩子自救也好，他不要为了所谓的痴心妄想而荒度时间也好，这都没用。如果我们说话有用，你们的事儿不会到这儿来。你今天来的目的是希望他跟母亲搞好关系，对吧？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那你就可以问问自己，一个拿2000块钱的70岁的老人，他要怎么省吃俭用才养得起1家4口？他不吃变质的菜怎么可以？你光水费就100-200，他如果不这么省，怎么养得起你们4个人？他不自己吃那变质的菜，他怎么养得起？我问问这位大哥，我问问你，拿2000块钱给你养4口人，养一个家，你怎么去精打细算？怎么过日子？你回答我呀。回答不上了。所以你去想想那种生活场景，刚才已经给了照片在那儿了。你说你们房间挺干净的，老人家房间是那样，你说老人家不让你们进去打扫，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他如果不省吃俭用，他不居住在那样狭窄的空间里面，他怎么可能维持你们现在的生计？我也不要求那么多，也不要求你跟他要离婚还是怎么着，但你自己要找工作。你可以继续跟他在一起，但你要找工作，因为他养不起孩子，你得养，对不对？如果你对你的母亲还有一丝良知，你不要让老人家在余生之年过得特别难受，你说呢？别的就不多说了，至于他，你想怎样就怎样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只是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特别美丽的谎言，今天我们看到了2个美丽的谎言，一个谎言叫梦想，就有人借着梦想之名行生活懒惰之实，面对生活一步又一步的妥协之后，他说
我是因为要追逐我一个梦想。我相信在这个现场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是以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梦想是否伟大，我们是没有的，梦想没有高低。但是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美的梦想，他把身边的所有至亲的人全都踩在脚下，一个一个的去伤害，让他们哭泣，我想知道完成这个梦想有意义吗？请您回答我，求教一下。第二个美丽的谎言就是这位女士说的，有很多人在这个择偶的时候或者交友的时候说这个人要有上进心，请问什么是上进心？只要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平凡地去工作，认真地对待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不是挺好吗？您上进吗？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选。接下来一起进入他们的真情六分。我希望你侄子跟我回家以后能从心里真心的为了我孝，真心的对我妈好，和我一起孝顺我妈，还有就是真正的改变你自己，能找一个好好的工作，为了宝宝，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家，因为这个家庭来的真的不容易，请你跟我好好的一起珍惜这个家，我不想因为宝宝没有这个家庭，失去这个家庭。对于我和你母亲来说，我能做的已经都做了，我已经……我帮您接下面您想说那几个字儿，好吧？您已经仁至义尽了，是吧？打五十分吧。打五十分，我猜对了一半啊！行，回吧，请回，请回，请回。请关门，请关门啊！我相信，真是怀揣梦想的朋友，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梦想而伤害自己的亲人。啊，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接下来咱们开门看看这对夫妻，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这种情感。来，请开门。51岁的人还不能养活自己，还要吃一个70多岁的别人母亲的这个供养，至少应该对人好吧？能对人家妈好点吗？您想想这事儿吧。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请亮灯啊，来，这个送给你们。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来，请回，请回，请回。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善良，善良从咱自己做起吧，不伤害身边人嘛，脚踏实地的去生活，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老公结婚4年了，收入本来很高，现在生了2胎，公公婆婆从老家搬了过来，说是要照顾我们和孩子，但一分钱没带。房子呢是我们花钱租，生活费我们给。后来甚至把老公的几个姐姐也叫来了，我们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本存不下钱，还不如请保姆。但是老公觉得都是一家人，照顾孩子肯定也更用心，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不是所有的婚姻都适合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这段话其实希望你的老公更多的听一听，因为婚姻毕竟是两个人要共同面对的日子，而大家庭的介入其实是帮你们忙。如果不是正忙反成倒忙，真的要好好的和丈夫商量一下如何处理。我建议你啊，一定要坚定地亮出自己的底牌，不愿意共同相处，那就要说出来。当然，如果是父母需要赡养的话，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也需要你们全家坐在一起好好的商量。